大哥听好了，消费一定要理性，不要相信主播的眼泪跟主播的哭穷，理性消费，珍爱自己的老婆。一首花花世界送给所有大哥，饿死我算了。是谁扮演了爱情的角色？现实的歪歪让人太迷惑。我说那些飞轮真的假的？我辨不清空虚和寂寞。花花的世界里诱惑太多，好好路途不要走错。人生的快乐它能有几何？不要因此而放纵了自我。有钱的大哥，你听我说，酒保养的妹妹姿色都不错，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诱惑，你要想一想。是谁的扮演了爱情的角色？现实的歪歪让人太迷惑。我说那些绯闻真的假的？我辨不清空虚和寂寞。哇，花花的世界里诱惑太多，好好留个不要走错。人生的快乐它能有几分？不要因此而放纵了自我。有钱的大哥，你听我说，酒保养的主播姿色都不错，不要被他们的外表所诱惑，你要想一想那家中的老婆。有钱的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妹妹的感情是金钱的蛊惑，你要是穷了他还会跟你吗？老婆才是最大家这么努力的送我礼物，但是我感觉预感不太好呢。